唱歌也要找关键字，美声歌王林志炫独家传授。如果你能够找到那些 keywords， 适度的把一些亮点烘托出来，那我觉得整首歌会更精彩。百万王子徐富凯学以致用，博得满堂彩。清明回归夜，红日顶有满目的希望，你敢有听见花声那落土破碎，是谁人的心肝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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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富凯长大了，很稳健，而且有大气的感觉。每周六晚上7:30，明视《明日之星》Superstar。